先例。今天是八月一号，我们的祈祷意向是为全国医务人员祈祷，借着我们修会的各恩朝拜圣主，我们将以泰德感颂和咏唱慈悲串经，恳切祈求耶稣基督怜悯我们，宽恕我们，俯听我们的祈求。现在就邀请您和我们随同方济和耶稣谈心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请为全国医护人员祈祷，祈求天主圣神在这特殊的时刻，求天主赐给医护人员平安及健康。我们同声祈祷。Thank you.
敬畏。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托付于你，你的敬畏玛利亚信赖你，因你的合作，基督降生成人，大圣若瑟，即向我们显示你也是我们的父亲，并在人生的旅途上引领我们，请为我们喜乐恩宠，慈悲和勇气，并保护我们免于一切凶恶。阿门。中华主保大圣若瑟，请为我们祈祷。至高至荣的天主，请烛照我心的幽暗，主求赐我正直的性格，坚固的望德和实权的爱德、明哲和见智，好能完成你圣善和真挚的旨意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不忘。阿门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我们，保护我们免于灾祸，并